扫黑反腐一直是国产剧中广受追捧的题材之一。2017年，《人民的名义》横空出世，在全国范围内的反响强烈，不管是收视率还是热门话题，都与之相关。直到现在，剧中的人物和情节还是人们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也证明，一部好剧就要经得起岁月的打磨，才能被观众记在心中。但是，近些年陆续播出的《扫黑风暴》《罚罪》等扫黑反腐剧，虽说热度和话题度都不错，不过剧情却经不起仔细打磨。直到年初《狂飙》来袭，再次引发收视狂潮，剧中安欣与高启强的正邪较量，每一次冲突对立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不少观众把《狂飙》视为扫黑反腐剧的天花板。但这个定论为时尚早，潘粤明新剧《消失的十一层》开播炸场，连续两天拿第一。随手翻看豆瓣评论，满屏的称赞，显然《消失的十一层》已走上国产剧的另一条大路。竞争对手这么厉害，这部剧为何还能饱受赞誉？咱来仔细说说。剧情悬念迭起，暗藏冲突六年前已经结案的矿下透水安全事故因挖出头骨再次引起关注。另一边，野人山上出现野人踪迹，却意外发现森林警察是六年前的逃犯。巧合的是，这两起事件都与合众集团有关。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曲江河、潘粤明是调查中怀疑幕后黑手极有可能是自己的哥哥，合众集团的董事长孟川生、我敬林氏。在正义与亲情之间，曲江河又该如何抉择呢？故事大幕已经拉开，悬疑感已经浮出水面。扫黑剧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冲突，既要表现出正方势力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努力，又要展现出反方势力暗中勾结、官官相护的内幕，同时又要表现出两方势力在交涉过程中的暗流涌动、扑朔迷离。而这些都需要在剧情中有所体现，消失的十一层就用两个冲突杀出一条大路，让观众成功入戏。冲突一，抓错嫌疑人。矿下透水事故现场六年后施工竟意外挖出头骨，难道有人刻意隐瞒矿难真相？同时，野人山上发现六年前的杀人逃犯邱社会、王征氏的行踪，所有的线索都在说明两个事件有着必然联系。于是，曲江河下令抓捕邱社会。好巧不巧，邱社会父亲过世，知情人向警方透露，邱社会一定会回来。果真，那边警方还没开完会，邱社会就露头了。话不多说，直接行动。为了顺利抓捕，警方还请了区长坐镇，区长则是请了更得民心的乡长来。看来这个村子也不简单。一进邱社会家里，警方就看到了嫌疑人，当然嫌疑人也看到了警察，二话不说，撒腿就跑。警察也不是吃素的，迅速抓捕嫌疑人。本以为抓捕顺利的结束了，结果村民们不让放人，局长亲自出面才将人带走。事情到这里本该结束了，结果出了一个最大的意外，抓错人了。应该抓的是邱社会，却误抓了邱社会的双胞胎弟弟邱建设。而这对兄弟之间又存在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得跟着剧情往后看。冲突二，哥哥入局。没抓到邱社会，但从已知的线索中了解，邱社会摇身一变成为森林警察，而帮助邱社会成为警察的赵明亮来喜事就成了本案的关键人物。反派也知道赵明亮留不得了，先下手为强，做局害死了赵明亮。赵明亮在死前最后一刻为警方留下了一组神秘数字334。这串数字代表什么呢？警方调查后知道赵明亮生前去过健身房和墓地，而赵明亮健身房的储物柜号正是334。兵分两路，一无所获。镜头一转，原来孟川生先到一步拿走了赵明亮在墓地中留存的物证，而在暗处的曲江河将一切尽收眼底。赵明亮手里有何秘密值得被灭口？曲江河是否会告发哥哥大义灭亲？悬念迭起，越看越上头。演员
全员实力派，同台互飙演技扫黑剧，只有剧情出彩当然不够，演员对表演节奏的把控直接影响观众判断，因此扫黑剧的选角十分重要。好在消失的十一层，全员实力派，不服都不行。第一位，潘粤明。说起他就会想起《京华烟云》里叛逆惹事的曾孙亚，《白蛇传》里风度翩翩的许仙，《白夜追凶》里身份互窃的关氏兄弟。本次出演《消失的十一层》，潘粤明再次挑战刑警职业，将曲江河这个人物的情感表达细腻。曲江河去找剧区长询问案件关键人物的去向时，只听声音，全是些宽慰的话。再看神情，好似在说，别给我添麻烦，有事赶紧交代。两种矛盾的情绪在一个人身上传达出来，考验的不只是演技，还有台词功底。不得不说，实力派不愧是实力派，声台形表，样样精通。第二位，果敬林。公认的老戏骨，实力派，在《警察世家》《新亮剑》《国家底线》中均有不俗表现，还凭借电影《袁隆平》一举拿下影帝。在本剧中，开场就给观众一个巨大的惊喜，不满旁人多嘴等弟弟走远后才开口，反差情绪瞬间切换，立马将观众镇住了。除去情绪变化大的戏份，最能考验演员演技的就是心理戏了。拿这段曲江河与孟生川交流来说，嘴上说着涉及保密我不问，神情传达的却是快告诉我。没想到弟弟反客为主，盘问起自己来了。没办法，装不知情，装懊悔，但不敢直视弟弟的眼神和借酒掩饰的动作，直接暴露自己的心虚。可谓是谈笑风生间激流暗涌，一来一往中绵里藏针。第三位，王峥。凭借耿直热血的硬汉的形象被熟知，军人出身的他在红色护卫中对角色的拿捏十分到位，饰演杨建邦这个人物更奠定了新一代硬汉接班人的称号。而这次在消失的十一层中，王峥饰演反派邱社会邱建设，剧中邱建设被抓到警局后，面对警察盘问，怀疑自己暴露时的隐藏，说漏嘴后的思考，对角色把握得恰到好处，没想到王峥演反派也这么绝。第四位，孙岩。凭借《狂飙》中的反派唐小虎一角迅速走红，此次再次出演反派沙金，剧中威胁记者删文章时的压迫感，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小弟形象诠释得刚刚好，既不压过大反派的风头，又展现出反派的威胁。难怪观众说建议查查，不像演的。实力派们没得说，有时都不需要台词加持，一个眼神，一个挑眉全有了。结语，消失的十一层，不管是情节还是人物，都奔着让观众过瘾来，始终保留着冲突和悬念，抓人眼球。好的扫黑反腐片，首先要讲明白故事，再加上极具冲突的剧情，真实的角色刻画，准确的细节把控和意外的结局。现在看来，消失的十一层已经符合前三点了，只要后续剧情不崩，妥妥的爆款。对于喜欢这种题材的观众来说，值得一看。